一包二十，两卖三百五百，两百多。两百块，两百啊！
一起讲话，你那时候就来啊，皮卡车两包呀，哎，两包一包啊，这个包呀，这个包呀，两包呀，两包，哎，两包呀。今天也在讲话吗？你这是中秋节的商品呢。美女，你要不要一包试看看？要吗？热心的，收起了，谢谢。干嘛你拢过来啊？做你嘉宾我了。我老公在那边，我操！一二七七二，那都不会吧？来了，兄弟。你吃什么来了？你要什么？我这里要干嘛的啊？来，那可以吧，能放。OK 吧 ？OK 吧？别让我这样加水吧。我多三节四分节。嗯，三节四，三节四这帮我怎么说的？三节是西装也要宾馆的，哎，三节别的，别的，来这里请别别。这花枝牌啊，这花枝牌怎么你进行啊？沙发好方便啊，来两包啊。来两百啊！靠，我要今天那个钱追缴的小事，弄多少钱了？我多少钱啊？五啊，哦，我当作我无买着了。这花枝来先买，你后尾加三百八哦，六百三百，唔免三百，以后多一百咯。一百啊！对对，到底十百一百了。一百，来一个啊！一百了。像这些铁路牌子，老时间讲。两个啊！来一个手。两个啊！两个。来，先给你，等下找你。一百个，对啊。哎，买啊，两个啊！七八个买起来无？我来收啊！像这些铁路排骨全部归在我那边，谁关心？你们要吃铁路排骨的无？我还讲两个人家买拢无，三百五百的啦，要吃排骨的两个，今仔拢卖了啦，两百块。哎，两百啊！我今仔排骨你来吃。我这块排骨你也吃了，你也无饿了，我请教你几条块，几条块少？几条块？超值一个。两百的。哎，超值一个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几条块上面啊？一个了吗？哎，一个啊！几条块上面？这几条两包。哎，两包。最后一个两包。好，行啊。哎，几啊？咩啊？两包包骨。哦，来两包。最后一个。啊，五百的啊。对对，哎，最好是三条八毛上面有无？来百五咯，追加五百个，八毛最好写上面有八毛。八毛，我追加我写，谢谢。追加多少个包？五包、六包、七包、一千万、两万、三万。你先走，你先走，我跟你，你先走钱，我跟你讲，你先走。来着，两百个追加咯。细胞细胞的，对方的，有对方，这个应该接受。还多少没啊？多个一包的，多唔通的，这一包的，这一包的，哎，还少两包哦。这包买你的，买你，你先买吧，平安心，别开心，哎。应该后尾要食鳝鱼咯，像这里食鱼包我就先买好了。我来讲，你这两个怎么电话讲？我这边的话题足够给你听的。啊，姐，你先讲，咱给这太腿弯臂好啊。太腿弯臂的哦。弯弯臂的，我是太腿。我这个先袂听，你先给钱先赢。伊这就是哪里讲完你好了，因为需求，你若当面用钱来送好钱，我发三百，发五百，恁钱人要上加，你怎么整两百好啊？来两百啊！一支。两百。一支拢无。哎，来一个啊！一支你情况嘛，两支、三支哦。你我讲话，恁只只加你去几块代志工厂，一支便宜四十块，有够俗的。你加一支哦，你加两支哦，你加三支，搁一个人要两百啦。来一个啊！这两个就是两百了，哎，两百哟！只要够好钱，这两个你只真真落实落好钱，两百块钱。来两百哟！哪会哟？你那边，我家是第二个，你处理的。来，你处理。啊，这你个中国，中国这中国拢我哩拢无啊，中国拢我哩，以后无无啦，后边你啦，后边你啦，啊，以后边都先给钱啦。小志，麻烦你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我来找其他同学。我来讲啊，你们食这方面啊，拢无啊。我今仔刷礼物，我十箱啊！这刷礼物大块无？过年来的啊，小李姐，过年来的，拢卖酒水的啊！像这两箱卖无啊？你两箱下落，你卖拢卖两箱，你拢落底啊！你卖拢无用啊！系啊，我阿你落去啊，赶紧啊，辛苦啊！来，你落来要食刷礼的无？
你若要吃肉，先要吃肉底发生价钱的五百三十一条鳕鱼。来，我摆啊！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我来讲，过年哪里拢袂缺水的，新价钱这条搁来，五百块一个人工。五百，来五百。鳕鱼有人要吃无？五百。五百，有人要吃无？五百。五百。我来讲啊，新价钱的新价啊，这条块多少？这条块。五百，好，来五百块。五百啊！鳕鱼上面吃五百。来掏钱啊！有人要吃蒜蓉大碟啊？五百，这条啊。五百。这条搁你，大碟才大碟啊，这条搁来。我来讲，今仔新价钱，卖啰嗦，这地块来五百啦。哎，五百啊！哎，蒜鱼五百。五百，你有要吃来无？鳕鱼。五百。对，你要吃蒜鱼无？来掏钱啊！来掏钱啊 ！OK 啊。OK。最后一个两百，好无？两百块小姐，一个两百。来边啊！你两百块啊？这个嘛是，这个地嘛行两百，两百。两百，差两百啊！出来啦！出来啊！我厝个够。啊，两百块，你讲。好来只。这个十五百啊！我走了，来给你收。来两百，最后这两条两百块，收起来都还小事情啊。这两条两百。阿三呢？阿三呢啊？三是阿三呢了。我叫阿三呢，就这两条两百块。假。阿你无你讲三呢啊？三呢了，只你讲三呢就。阿来下啦。进来啦，阿姐，阿姐两百块嘞，那你要塞哪？我变小事了，这小事厉害啊！笑人啊！我叫我公司两个人出发，把你塞哪？这你想做公营的啊？放回来。你过去推广起来啊！我讲我听听。麻烦这包你定啊，这包做菜头粉，这包菜头粉内底加芋啊，今仔你要吃卖三包，米啊包，米啊米拢卖两包啊。